哇，他们这桌都已经吃上了炸鸡，真香真香。你们只是很好吃是吧？我站在这闻着味儿了。名字我不太理解，叫漂亮妹妹。人家是因为漂亮妹妹就算吃炸鸡长胖了也是漂亮，所以叫漂亮妹妹。在唐芷心目中我们怎么样都是最美的。对，好，感谢两位，拜托个冰箱。他们是炸鸡，你这是抖啊，不要抢不要抢，已经抢走。周深抢走的就是拜托个冰箱主厨北川文天啊，两位大厨为我们精心设计的佳肴，感谢感谢。我相信像周深这样的人的掠夺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肯定，这个太没有素质了。哎，他们给你换了两个盛世美颜回来，这个也好吃的是吧？这也是你们做的哈，好吃的好吃的。你们是什么？那边炸鸡，那边真的炸鸡。你们吃炸鸡吗？哇，好香啊那个！来来来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一桌终于沸腾了，但是怎么炸糊了？